区发展协会甲东方国小联合举办一场社区参访拍拍鼓的活动，校方老师甲学生一个家长是做过来参访着社区的各行各业。东方国小校长林鸿兰表示，借着这款的参访活动，会当让学生了解着地方产业，嘛，让因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。国小师生第二天老师的传列之下，欢欢喜喜出发去拜访启东社区。因总共参访了地方的传统米店、肉丸店、制果公司，还有里长引导。东方国小校长林鸿兰表示，相当感谢社区各行业的头家配合，还有社区义工来斗三工，让这摆活动是办个相当成功。我们今天特别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体会，我们赤铜肉丸的杨老板，哈，还有鞋子米厂的蔡老板，自古的家的何董事长，还有我们李长也提供了很多的给我们学生成长的机会，哈。那么我们这一次来这边，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社区那么的有活力，哈，我相信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体会跟教育。市东里长吴朝钦表示，相当欢迎东方国小师生来参访因社区。市东的里民将会尽着地主之谊，热情来个接待。非常欢迎哈，莅临我们赤东社区哈，尤其到我家来玩，非常欢迎哈。尽一些地主之谊啦哈，像一个糖果、饼干哈，那个饮料，非常以后欢迎再莅临我们赤东社区。东方国小师生这摆是拜访了包括社区内底各种行业发展的情形，学生哪看也跟哪做笔记，公司行开头客也搁准备了相当多饮料甲食品甲因招待，互因度过了一个真有知性而且有感情的假日休闲活动。中新闻罗清龙彰化报道。